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这一集我们要开始跟大家来介绍这部经啊。我们上一集啊，简单跟大家报告了讲经因缘。这个讲经因缘，我们采取弘一大师演讲录里面的一篇文章《力学大义》。我们学习了这篇力学大义对于戒律方面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佛陀在灭度之前对我们后世的佛弟子交代了两句话：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这两句话非常的重要。佛没有给我们指定以哪一个为老师啊，给我们指示出来以戒以苦作为我们的老师。我们人在世间，如果不知道这个世间的苦，那么就没有出离苦的愿心啊，这个离苦这个意愿啊生不起来啊，因为呢不知道这个世间苦啊，把这个世间的苦忘记了啊，看作是快乐的。所谓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即是善生死啊！如果一个人在这个世间真正体会到了这个世间是苦，那么这个人他的善根就生起来了，他就会发心离苦得乐。他要追求的是要离开这些苦啊，得到永恒的快乐。所以苦是我们的老师。因此我们遇到一些逆境啊，不如意的事情，苦事情，对一个修行人来讲并不是坏事啊，因为呢它启发我们觉悟这个世间的确只有苦没有乐。所以四圣谛第一个就是苦谛，地是真实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苦是真的，乐呢是假的。
啊，那个乐过去了，苦就跟着来了，所以那个乐呢叫坏苦，啊，所以有苦苦、行苦、坏苦、三苦、八苦，啊，这个八苦是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些苦啊，也感受了这个世间很苦，想要解脱这些苦，现在在大陆上流行讲解放，什么叫解放？什么是真正的解放？解是解脱，解脱什么呢？解脱自己心里的烦恼啊，这个八苦啊，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啊，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之苦，这些苦都没有了，就叫解脱了。那么我们现在大家流行讲解放，我们这些苦还存不存在呢？啊，这个大家呢自己想一想也就明白了啊。如果这些苦还在，啊，一天到晚还是生烦恼，你根本就没有解放嘛，没有得到解脱嘛，啊，你生还是有生老病死嘛。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得到解脱呢？就是要放下嘛。啊，所以解放啊，解是解脱，放是放下嘛。那放下什么呢？放下我们心里的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啊，又叫邪见。啊，邪见就是错误的思想见解，啊，对宇宙人生他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错了，那个错误的呢，要把它放下。啊，我们一般讲啊，放下自己的成见，啊，那个成见是错误的。啊，放下心里的烦恼啊，因为这些苦怎么来的呢？烦恼是因。苦是果报，那么放下从哪里放呢？在大乘经典里面，佛给我们讲六度，啊，第一个呢，教我们布施，就是放下。第二个呢，持戒，啊，也是放下。啊，六度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无非是看破放下而已啊。啊，分为六个层次，啊，来修学。那么我们现在呢，读到这个戒经啊，学习这个戒啊，就是放下恶业啊，所以我们以苦为师啊，知道苦，你才会发愿离苦啊，想要离开这些苦。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苦，人在苦中不知苦，
你就没有那个愿心啊，想要得解脱啊，想要离苦得乐。那么吃苦啊，想要得解脱，要从哪里下手呢？要以戒啊，所以戒呢是清凉法啊，它帮助我们呢离苦得乐的。所以佛给我们讲啊，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就是这个道理啊。他不是给你指定了啊，你要依哪一个人为老师啊？给我们讲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这个是我们特别在末法时期的佛弟子啊，要特别的注意这两句话。佛法八万四千法门的修学啊，离不开戒定慧啊，这个三学的总原则啊，总纲领啊，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都离不开这个。如果我们疏忽了啊这个戒学，那么我们一生当中所学的佛法都变成佛学了。啊，学了很多经啊，但是呢得不到受用啊，断不了烦恼啊，那么都变成佛学了。佛学就是解决不了问题啊，得不到受用啊。因此啊，我们学习了这么多年啊都没有成就啊，再想一想佛在灭度之前讲的这个话啊，才知道啊这个是我们学佛的一个根本。因此我们佛弟子啊一定要重视啊这个戒学的修学啊，不能够疏忽了啊。那么讲到戒呢，我们前面也跟大家简单介绍过了。那么弘一大师是我们近代呢佛门律宗的祖师啊，一生啊在这个戒律学呢有很深入的研究修学啊。那么他告诉我们呢，现在这个末法时期要得到沙弥戒、比丘戒呢就很不容易了。啊，实在讲是得不到啊，所以他劝我们大家呢，不管在家出家呢，从这个三规五戒啊，八关斋戒啊，那如果能够再学菩萨戒那就更好啊。但是不管在家戒、出家戒，最基本的戒就是五戒啊，所有的戒都是五戒发展的啊，最根本的啊。所以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啊，哪一宗哪一派啊，大乘小乘啊，乃至呢世间一般的宗教啊，想要得个人天福报也离不开五戒十善。因为这个是最根本的啊，这个就像盖大楼啊，这个是地基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来学习。啊，因此这次呢，我们在这个网络学院啊，选择了这部《五戒相经》啊，来跟诸位同学一起来学习。啊，那么我们以这部经佛给我们讲的为老师，终身来奉行。我们修学净土，念佛求往生西方，就决定有把握了。好，我们下面呢，开始来介绍这部经。那么一般讲经啊，首先啊介绍经体。那么这部经的完整的经体呢，啊是《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啊，这是具足的经体。那么简单讲啊，叫五戒相经。这个签要呢，是我们净宗九祖偶益祖师呢，他一个简要的注解。那我们先来介绍经体。那么一般呢，这个经体啊，有分通体跟别体。啊，这是我们一般学习讲经啊，大家必须要知道的。啊，佛说五优婆塞五戒相，这个是别体，啊，别就是个别的，啊，区别与其他经典不同的。啊，这个题目呢，不同于其他经典。啊，比如说我们念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佛说阿弥陀那是别体啊，别就是个别的。那么经这个字是通体啊，凡是佛讲的那都称为经啊，所以经啊是通体通用的啊，它是共同的。那么我们先来介绍别题啊，佛说五戒相啊，佛说优婆塞五戒相啊。佛说啊这两个字啊，那么佛这个字我们在很多经典都有看到佛说，那么这个有的经呢没有加佛说，有的有加佛说。那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我们提到啊，有加佛说的呢都是正中分啊，第一句话是佛讲的啊，那么就加上佛说啊，如果正中分第一句话不是佛讲的就没有关上佛说。那其实呢经都是佛讲的。那么我们这次采取的这个注解啊，是偶益祖师的签要啊，还有弘一大师的补释啊，补就是他补充解释的啊。另外呢我们参考了广化老法师他的注解啊，有采取一部分啊，来跟大家报告啊。那么这个经题呢啊，在签要里面呢是没有详加注解啊，这是广化老法师呢啊，他也做了比较详细的注解啊。那我们依照他这个注解呢啊，来跟大家大概呢啊报告一下。啊，这个佛说啊，佛是梵语
此番抉择，为绝了性相之责，具有三义：一、自觉，觉知自心本无生灭；二、觉他，觉一切法无不是汝；三、觉满，二觉理缘称之为满。那么这个是我们一般啊解释佛这个字啊。那么这个我们常常听经的同学呢，应该都常听过啊，自觉、觉他、觉醒圆满啊，这个就称之为佛了。这是佛呢，这个字呢，它的本意啊，就是自觉、觉他、觉醒圆满，自己觉悟了啊，又帮助他人，他人就是帮助众生，帮助别人也觉悟了啊，自觉跟觉他呢，都达到圆满了，那么这个人就叫做佛了。那么此地讲啊，觉知自心本无生灭啊，这是自觉啊，是自觉。这个也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要觉悟，知道我们自己呢，这个心呢，它本来就没有生灭的。我们对这个如果没有先认识清楚，那么我们学佛呢也就没有方向目标了。那么这个道理啊都在大乘经里面啊，特别在楞严经啊这桩事情啊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在此地呢只能简单呢这样跟大家提一提啊。要进一步了解呢当然要去学习这些大乘的经教了。那么觉他是一切法无不是汝啊，汝就是真如本性啊，一切法呢无非都是真如本性所现的。那么这个觉悟之后呢，自他就不二了，自他不二就没有对立了那么这个自他心自己不生不灭一切法都是如都是真如自性所现的这个你彻底觉悟明白了就叫圆满了这个就叫佛了所以佛这个定义呢，我们学佛的每一个佛弟子啊一定要先把它搞清楚如果搞不清楚啊，我们对于佛这个字呢总是会产生迷惑的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学佛呢才有明确的目标方向这是讲佛呢这个字它的本意。下面讲十方三世皆有佛，诸佛皆为众生说法，此经为释迦牟尼佛金口亲宣，故曰佛说这个是讲另外一个意思了前面讲的呢，这个是讲每个众生都有佛性是通义共通的。那么此地讲十方三世皆有佛这个就是讲到已经觉悟的彻底觉悟的人
啊，那很多了，十方三世都有。啊，我们看这个千佛明经、万佛明经，这个佛的名号了，就很多了。啊，实际上呢，啊，不止这些啊，啊，实在讲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这个别义呢，就是个别的啊，特别是指哪一尊佛啊？因为佛那么多呢，那么这部经啊，讲佛说啊，有别义跟通义啊。别义就是是哪一尊佛讲的？那么如果以通义来讲呢？那所有一切佛呢，都会说这个经嘛，啊，十方三世佛啊，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未来佛还没有成佛呢，但将来成佛，他还是会说这个经，啊，那么这个就是就通义来讲，那么此地呢，啊，我们一般跟大家讲经啊，特别对初学的人讲啊，就不要讲得太深入。啊，特别我们刚开始学讲经啊，啊，最好直截了当，啊，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他一听就明白了，啊，你就不要跟他讲太多了，啊，讲太多呢，如果我们讲的不清楚，啊，他听的就更不清楚了，所以我们就直接跟他讲，啊，那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亲口说的，啊，那他一听就明白了，啊，故曰佛说。那么他此地讲这个为什么开题要标明佛说两个字啊，这里是解释为表示尊重的意思啊，因为经通常有五种人说啊，所以佛经有菩萨说的，有佛的弟子啊，有仙人说，有变化人说啊，仙人啊就是其他宗教的。那么称为经啊，除了佛自己亲自宣说的这些开示以外，四种人说的都要经过佛的认可啊，佛的认同。那么经过佛的认同呢，那么他就可以称为经了啊，就是其他宗教讲的呢，哎，跟这个佛讲的一样啊，那么就可以称为经了啊。啊，所以经有五种人说啊，律为佛说啊，经随时随地皆可说啊，郊外、房中、天上、人间等。啊，这个经教随时随地呢都可以讲啊，在荒郊野外了，在房子里面呢，在天上，在人间啊等，就是包括其他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佛讲经啊，在人间讲的当然是为主的了啊，但是也有到天上讲的啊，像《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在刀立天宫讲的。那《佛说十善业道经》呢，是在龙宫讲的。啊，那个都不在人间。啊，所以经讲的地方啊，它就很多了，啊，不限定了。律则一定要在比丘僧团中才讲。啊，但是戒律呢就不一样了。他一定在出家众啊、比丘僧的僧团啊当中呢，才讲这个戒律啊。故开题标明佛说，这是要注意的啊。啊，他这里啊有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讲这个五戒，还是在僧团讲的啊。虽然五戒呢啊是主要最在家居士讲的。啊，但是呢，还是在出家众啊、比丘僧团里面先说的。
啊，那么这个是讲佛说啊。那么下面呢啊，也很难得呢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也把世尊的这个他大列的传记啊，也都列出来了啊，一条一条列出来呢啊，这个我们可能我们在网站上啊，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同学啊看到啊，刚刚接触佛教的啊，我们有这些资料啊啊，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啊，也可以提供一些给刚接触佛教的同学啊，对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他的身世、他的来历啊，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第一个呢是他的家世啊，释迦牟尼佛啊，俗名悉达多，父净饭王，母摩耶夫人。七耶稣陀罗，生子罗侯罗，释迦亦为能人，摩尼亦为极末，这是他的家世啊。释迦牟尼佛是他成道之后的佛号啊，他的俗名叫悉达多啊，这个是我们要先了解的啊。佛他是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之后啊，那么才成为释迦牟尼的啊。他有俗名啊，俗名就是悉达多啊。这个释迦是他的姓啊，释迦族。啊，就像我们现在呢，啊，这个佛门四众弟子啊，啊，皈依三宝的也有一个法号，啊，也有俗名，啊，也有你的本名，啊，那像我的俗名啊，啊，我姓林，双木林，啊，那么我的名字叫正道，八正道的正道，啊，所以我的俗名叫林正道。他出家呢，师父就给我取悟道，那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名相啊，又搞糊涂了啊，所以我这样一说呢，大家就很明白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啊，你不要想成他，哦，他是什么仙啊什么的，你想的都越想啊，距离我们会越遥远，那就不敢来学佛了，想到最后呢，你就不敢学了，他也是一个人，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那么跟我们一般人一样，他修学可以成佛，那我们也可以啊，这样啊，我们就有信心了嘛，所以这一点啊非常重要啊。他的父亲是净饭王，母亲是摩耶夫人，啊，妻子是耶稣陀罗，那么他也生了一个儿子啊，他有结过婚的，生的儿子叫罗侯罗，啊，释迦呢翻译中文的意思是能人啊，能够行仁慈的人，啊，就是。有慈悲心，摩尼是翻译为极末，啊，极末啊，清净的意思，啊，极是清净，啊，这是释迦摩尼啊，他的意思。第二个呢，极怪，啊，佛是北印度。迦毗罗卫国太子，今尼泊尔南部提罗里克附近，拉布提河东北，其母婚往前依习俗返娘家天碧城待产，途中于兰毗尼园无忧树下产下太子，今尼泊尔境内若明达即是世尊
啊，这是他的籍贯。啊，我们现在讲就是他的国籍啦，啊，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啊？那佛是北印度迦毗罗卫国的太子，啊，他这个国家的名称当时叫迦毗罗卫国，啊，他是这个国家的太子，啊，那么这个地点呢，啊，是在现在的尼泊尔南部提罗里克附近，啊，拉布提河东北。那么印度有个习俗啊，怀孕啊要回娘家生孩子，啊，所以他的母亲啊也是跟着当时印度的习俗啊，这个待产，啊，那么途中啊还没有回到娘家呢，在这个路途当中，蓝皮泥岩无忧树下呢就生产了。啊，这个地方也是现在尼泊尔的境内，洛明达这个地方。那么印度呢，他们有很多习俗，啊，繁文缛节也很多的。那么我弟弟的大女儿啊，去澳洲念书，啊，在那里认识一个印度人，啊，就嫁给印度人了。啊，那么他们到印度去结婚啊，要拍那个录像带给我看。啊，真的呢，繁文缛节还很多的。啊，我看了几个小时呢，他们说已经很简化了。啊。啊，所以印度它有一些习俗啊，啊，跟我们中国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呢，时代。啊，佛陀诞生年代有多种说法。今依南传佛教通用说法为西元前623年。啊，这是现在世界上大家定的这个佛陀诞生的日期。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啊，佛陀诞生到现在是2553年了，啊，这个跟我们中国的算法不一样，啊，根据我们中国的算法呢，大概呢，到现在已经是3030几年了，这个相差呢大概有500年。那么这个现在呢，就是两种说法呢是共同存在啊。我们在中国地区啊，我们就是按照中国这个说法啊。如果在外国呢，啊，他们都已经习惯这个说法啊，我们就随顺他们的说法啊。第四个是出家啊，太子少时从婆罗门学习文艺以及武技啊，啊，所以他从小就是学习啊。婆罗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啊，还有武功方面的啊，可以说文武两方面呢，啊，都有学习，皆悉通达啊，不但学了，而且非常通达。后由四城门出游，见老病死沙门啊，感人生苦痛无常，遂于19岁。那么他这里注解呢，也有讲啊，另外一种说法是29岁出家学道，但是我们一般在中国地区讲都是19岁啊，是19岁离开家庭啊出家的，参访6年，苦行6年，31岁成道，说法49年，80岁涅槃。那么这个31岁呢，都是算虚岁，啊，80岁呢也是算虚岁，啊，这个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算法呢，算这个年纪是算虚岁，啊，就是生下来呢，就算1岁了，啊，就开始算1岁了，啊，但外国人的算法呢，
是你生下来要经过满一年，他才给你算一岁。啊，所以现在呢，我们问人家几岁啊，就要问他是算外国岁还是中国岁啊？啊，如果算外国岁呢，你就要减掉一岁；啊，算中国岁呢，就是多了一岁。啊，有这个差别。啊，所以佛他31岁成道，算虚岁。啊，那说法49年了，80岁涅槃。如果算10岁呢，30岁成道，79岁涅槃的。啊，那么这个依照我们中国人的算法了，算虚岁的，啊，算虚岁的。那么修苦行修了6年，啊，因为印度呢，一般的宗教啊，大部分都是修3年苦行。那么世尊呢，修了6年，啊，这个是表示呢，对于当时的这些其他宗教所学的，他都有学过了，啊，这个是知己知彼啊，可以知道自己修的怎么样啊，也可以知道呢他们修的内容是什么。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表示苦行非成道之因啊，所以当时很多印度外道呢修苦行啊，认为呢他们透过那样的修行啊会得到解脱啊，我们现在大陆上都讲解放了，啊，那样修会得到解放。但是佛去跟他们修呢，修到最后呢，没结果，也没有得到解脱。啊，因此呢，佛才发现啊，他们这些理论方法是错误的，不对的。啊，这个是无益的苦行。没有利益的苦行，所以就放弃了。那么第五个是成佛啊，太子悟苦行非成道之因，故放弃苦行，至泥莲禅和沐浴，接受牧羊女的乳糜供养，而后至迦叶村菩提树下端坐49日，于12月8日破晓时分。大悟成佛，时年31岁。啊，一说35岁啊，那我们一般都是讲31岁。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呢是，啊，我们持保留态度就好了啊，我们也不需要去否定。啊，这是啊这个成佛的一个经过。啊，他觉悟呢，修这个苦行啊。它不是成道真正的修因啊，不是正确的修因，所以他就放弃了，啊，放弃这个苦行了，啊，那么自己到菩提树下呢，去打坐，啊，把过去修的这些呢，都放下了，啊，放弃啊，放下了，啊，这个一放下呢，他就夜睹明星。大彻大悟，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到，为什么这个大彻大悟都是在凌晨呢？早上的时候呢？啊，看这个六祖大彻大悟呢，也是3更半夜凌晨啊，一大早，啊，五祖呢传法给他。啊，那么我们老和尚有解释这个原因，说那个时候呢比较清静啊，啊，这个大家呢都还在休息，比较没有这么吵杂，啊，取这个意思。第六呢，发心啊，这个成佛之后呢，他就发心，这个，这个发心呢是讲佛呢
啊，因地的发心啊，这个地方啊，他引用《大智度论》卷四啊，《俱舍论》卷十八啊，这是讲佛过去生的啊发心的一个事情。三大阿僧祇劫前有佛名释迦牟尼，哦，这个释迦牟尼不是现在才有，啊，根据这个《大智度论》《俱舍论》讲啊，三大阿僧祇劫之前呢，就有一尊佛叫做名叫释迦牟尼了，啊，世尊为菩萨时，逢此佛而发心，且愿如其作佛，此即最初发心。啊，所以这个佛的这个名号啊，过去、现在、未来，都会有共同的佛号。那么这个是根据《大智度论》讲啊，他遇到一尊佛叫释迦牟尼佛，然后跟他学习发心，啊，他发愿啊，将来做佛呢，啊，跟他一样，啊，所以这次呢，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示现成佛呢，也叫释迦牟尼了。那么这个在《大乘经》上我们也看到过，啊，我们在《楞严经》看了，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他就讲过去呢，他修因的那个时期啊，就是过去。他现在为什么成为观音菩萨呢？啊，因为过去呢，很久以前呢，他都遇到一尊佛叫做观音如来，啊，然后呢教他修耳根圆通，啊，所以他现在修成了就变观音菩萨。所以这个活菩萨的名号呢，是代表他修学的法门，以及呢他教学的一个科目，啊，教化众生的一个方针。啊，所谓呢，这个自己修学啊，还有度众生的啊，这两方面的啊，因此这个佛号、菩萨名号呢，它不是限定某一个人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先认识清楚啊。如果你依照这个法门修啊，比如说有人修耳根圆通，他修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他依照观音菩萨教的方法去修，修成功了，那他就叫观音菩萨。啊，所以每一个菩萨呢，他都代表一个修学的法门。啊，每一尊佛也是这样的。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第七呢，受记啊，世尊习行菩萨道，名善慧。一正八地后得燃灯佛为其受记，后九十一劫名贤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那么这个是出在本行集经及瑞应经啊，这个都有经典的根据啊。这是受记啊，受记呢就是事先呢，啊，还没有到啊，事先给你讲啊，你将来呢在哪个世界成佛，成佛呢佛号叫什么，那么你法愿有多长啊，在那个时期呢啊会度多少众生啊，事先跟他讲，这个就叫受记。八转法轮，世尊说法始至鹿野苑，终至居士那城，一生说法四十九年，讲经三百余会，所应度者皆以度气，其未度者皆亦以作得度因缘。在我们人间啊，这个是鹿野苑是最原始的讲经说法啊，那么最终呢是在居士那城啊，一生说法四十九年。讲经呢有三百余会，那么他这个阶段这个时期呢所应该得度的
弟子啊都已经得度了，啊，还没有得度的呢也给他们种了得度的因缘了，啊，我们现在讲啊给他种了善根了。那么佛示现在我们人间啊他总是有一个阶段的，啊，跟我们一般人一样，这个因缘到了那么他就走了，啊，所以第九呢他就示现圆寂了，啊，或者叫涅槃。世尊八十岁时于基斯那揭罗城今印度加西亚近郊科拉库布尔东方54公里处梭罗双树间于时中夜头北面西曾吉祥我为弟子做最后教诫安详入灭，啊，世尊之最后教诫南北传说法不同，北传为大般涅槃经，南传为佛遗教经，啊，这个是讲佛这个说法呢，这个南北传的讲法有不同啊，这个大乘小乘，讲的有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么我们中国地区是属于北传啊，北传啊，北传呢是以大乘为主的，南传呢以小乘为主的。中夜圆寂表中道之意啊，那么头北面西。啊，就是头朝北面向西只有二种意义啊，一北方为尊南方为卑故头朝北，二世人求生西方之意，如华严经善财童子53参正其诸佛后乃同会上41位法身大士求生西方，表示要求生西方才能圆满菩提啊，那么这个解释啊也很有道理啊。好，一般我们中国人讲啊盖房子啊坐北朝南啊，以前皇帝都是坐北朝南的。啊，所以在道家讲啊这个北斗啊它是最尊贵的。啊，北斗啊。所以他圆寂的时候啊头朝北。啊，头朝北。那么这个身啊向南啊，脚的向南了 啊那个面呢他的脸啊就向西方啊，啊他向西方啊就是表示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啊这个也符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他的表法的意义。好，佛说呢这两个字呢啊我们依照广化老法师呢他这个集注啊，简单就跟大家报告到此地。下面呢，接着我们看优婆塞啊，这三个字。优婆塞唤名意义为近士男、亲信士，即在家亲近奉侍三宝之男居士，以优婆夷同系在家之信仰佛法者。这个优婆塞呢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意思是近士男，近是亲近，士呢是奉侍，啊，亲近奉侍啊，也就是学佛的男众，啊，叫优婆塞。那么女众呢，叫近士女啊，就是优婆夷啊。五戒相经啊，我们看五戒相经。啊，那么他这个地方呢，他把这个，他没有把这个经题啊分为通题、别题啊，啊，这个通题呢，我们后面再来补充说明啊。我们先看他这里的别题啊，这个五戒啊，这个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是
五条戒啊。戒相呢，为持戒表现之相状差别。如持五戒、十戒乃至二百五十戒，一一戒中各有差别，按其持犯之轻重，各有不同之相状，而一般指切切实实遵守戒律之相状为戒相。啊，这个戒相啊，就是戒律啊，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项。此乃南山行事操所立戒四别之一。四分立行事操支持记卷一七云：相有形状，染而可别。前名戒法，但述功能；次名戒体，唯论业性；后名戒行，略示色修。若非变相，则法、体、行三一无所晓，何以然也？法无别法，即相是法；体无别体，总相为体；行无别行，理相成形。是故学者于此一门，深须研考。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戒啊，啊，它有戒体啊、戒法啊、戒行啊，这个三方面啊。但这三方面呢，你没有从这个事项去分辨，那么什么是戒法，什么是戒体，什么是戒行，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就不知道了。那么这里跟我们讲了，法无别法，即相是法啊。法呢，它也没有特别的法啊，就在这个事项上啊，它就是法。那这个体呢，也是没有离开这个，总相为体啊。行无别行，理相成形啊。是故学者于此一门啊，深须研考啊，就是我们学习这个戒呢。在这方面呢、啊、要深入啊，必须呢去研究考证。好，今天呢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跟大家学习到此地啊。那么这个哦经题啊，后面这个通题呢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